外面阳光明媚，人们享受着生活的无穷乐趣，而你呢？儿子当了局长，你也没看见。凡夫此来意欲何求？我们这次来，不打算跟您结钱。带来了父王和母后对您诚挚的问候。谁呀？你们是？我是有钱人。多少钱？ 我都花得起。你们电影多便宜啊！你妈都是听谁说的？这是肖邦老上校，18赫。你以为有钱能使我推磨，让社会的不良风气吹进来？你们玩命的腐蚀我，我让你们全裸了。见着你的也不动心。再熬上几年，荷尔蒙彻底不分泌了，也就踏实了。 导演在生命垂危之际还惦记着票房呢，516，也不忒多呀，能不能跟他们再商量商量，再涨点儿？当你又一次被现实撞得头破血流的时候，你应该求助于私人定制。